我们今天要看的故事是《没关系，我帮你》。有什么小动物？这是什么？狗狗。狗狗。还有？兔子。弟弟。嗨。乌龟。狗龟。嗯，这一本是郝广才他做的，然后他的图片也非常可爱哟。一起听故事吧。没关系，我帮你。小兔子跑得快，乌龟要和它比赛。乌龟说它一定赢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不奇怪，不奇怪，有工具才厉害。四脚四只溜冰鞋，八个轮子，跑得快，呜，是不是溜冰鞋？弟弟溜冰鞋在哪里？嗯，溜冰鞋。小驴不要急，没关系，我帮你。小驴子怎么了？它的风筝卡在树上面了。卡？嗯，对。大风向前吹，谁能快如飞？乌龟前面跑，兔子后面追。嗯，看到这是什么店？汉堡店。牛魔王。牛魔王汉堡。我先来吃个饱。乌龟说：“弟弟喜欢吃汉堡吗？”汉堡。汉堡。风筝卡在大树上，一个人够不着，两个人才够高。谢谢你帮我，小驴说。说谢谢。谢谢。对，小驴子就谢谢兔子喽。那你看这里，虽然吃饱有力气，人和车、机器不能比。溜冰鞋太费力，摩托车才够力。摩托车在哪里？那爷爷。摩托车。爷爷。对，摩托车耶。摩托车一发动，爬虫变火龙，摩托车向前冲，好像火山吹来的风。哎呀，糟糕了！怎么了？冰淇淋掉到地上了，企鹅的冰淇淋掉到地上了。小企鹅，不要急，没关系，我帮你。兔子说，兔子就这样跑跑跑跑跑跑跑，跑回去再买一个冰淇淋。那乌龟先生在那里？宝宝宝宝，爷爷。对，乌龟大领先，有的是时间。宝宝宝宝。爷爷吃过咸换吃甜，先吞半打甜甜圈，结果乌龟跑去吃甜甜圈了。该，冰淇淋给你。兔子说：“真的谢谢你，赶快去比赛，再慢就来不及喽。”企鹅爸爸说：“他有没有帮他买冰淇淋 ？Ice cream cone。”哎呀，哥。他买给企鹅吃。鸡蛋撞铁块最呆，人和车比快必败。摩托车虽然快，两轮没有四轮帅。你看，四个轮子是什么？汽车、car。他是不是要买汽车？乌龟开跑车像一道闪电，把空气切成两半，还来不及眨眼，已经不见。只看到天摇地转，团团黑烟，只听见车声轰轰在耳边。他怎么了？小无尾熊怎么了？哭了，对不对？兔子向前赶，看见小无尾熊在路中间，说：“无尾熊，不要急，没关系，我帮你。”小兔子又要去帮助别人了。不用哭，不要怕，我陪你等妈妈。兔子说：“哦，这个是什么颜色的车子？红色。红色。不管两轮或四轮，怎样都会赢。吃份炸鸡过过瘾。”乌龟又跑去吃东西。地上跑不稀奇，天上飞才神奇。装上喷射器，咻！棒！清风吹，小鸟飞，小无尾熊抱着兔子的背呼呼睡，睡着了。小迪睡着。等啊等，等到无尾熊妈妈回来找，说：“小兔子，谢谢你。”
谢谢你照顾宝宝，快点加油向前跑吧。好，他就抱妈妈，好开心找到妈妈了。乌龟装火箭，一飞冲天，他在天空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画圆圈，大家抬头看，惊号声连连，哇，突然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他怎么了？乌龟怎么了？咻，蹦！突然，火箭不是喷火焰，而是喷黑烟。乌龟像风筝断了线，像掉在地上的冰淇淋，四脚朝天。兔子大步向前跑，它是不是就这样冲向终点呢？没关系，我帮你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它停下来，用力的把乌龟翻过去。干净。他们两手搭肩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一起过终点，耶！太棒了，狗狗，哦，在这里，对，太好了，一起过终点，大家就帮他们拍拍手，耶！恭喜你们一起透过终点咯，兔子是不是太棒了？兔子有没有棒棒？小棒棒，对，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助别人，这就是这一本书说的，没关系，我帮你。好啦，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说拜拜，拜拜。